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邓咏如，我的朋友都叫我做鬼鬼的。我是今年2017年3月份世界泰拳锦标赛48公斤级别的冠军。就一个女仔朋友，她本身就是打开拳的，她就说一个人打很闷，你得不得闲陪我去玩啊？跟着我就说、打拳好像打胶咁，她说不是的，很好玩的，做运动减下肥的啫，咁讲。跟着好啦，咁我试下啦，陪你去啦。跟住玩咗两个月之后啦，我个 friend 就销声匿迹啦，佢就冇再玩啦，就得我自己好想继续玩。打比赛个感觉好唔同，因为你平时打到嘅嘢，你上到去擂台嗰度打，唔代表你系做得到咯，系完全两个心态嚟。仔会唔中意自己打拳？其实我就唔怕嘅，因为我觉得咁佢既然选择得我，佢已经知道我系一个打拳嘅运动员咯，咁佢系接受咗呢样嘢，佢先会去追求我咯。咁所以佢应该系唔会反对我打拳嘅。不过我相信有时佢会见到我可能打瘀咗，佢会心痛啲咯。咁咪仲好可以嗲下嘛。但系而家呢个年代，其实都比较多女强人出现啦，已经女仔已经唔系好似以前咁弱咯，就好已经好有自己嘅想法，想自己做乜就做乜，或者系主动啲咯。有啲人可能觉得女仔唔应该主动嘅，应该男仔主动，其实已经唔系啦，女仔都应该主动啲。我心目中女神嘅定义系我觉得要有自己嘅原则啦。想会做到自己喜欢做的事啦，会追求梦想啦，咁靓当然是好啦。咁其实一般大家都觉得女神是话好靓啦，又高又瘦啊，长腿啊，化晒妆好靓，咁就是女神咯。虽然我都觉得呢啲是女神，咁但系如果喺呢一啲靓嘅方面再加埋佢会有自己嘅原则，有自己嘅梦想，同埋有自己的目标咧，同埋识得适时咁样去讲好定系唔好咁样咧，我就会觉得呢啲系更加好嘅女神啊。喺亲密关系上面咧，女性担演嗰个角色咧都可以有 say 嘅，我觉得。咁你可以 say yes 或者可以 say no 啦。咁如果你个伴侣要求咗要一啲唔安全嘅性行为，我觉得女仔可以 say no 啦，因为喺呢一个情况之下，除咗会有机会有 BB 之外，仲可能会有性病啦。咁如果我个伴侣系爱我嘅话，佢应该会尊重我嘅决定。可唔可以话唔系啊？你啊，定系要话系啊？一半一半啦。